道德经一至十，昆仑山洪师傅制作，老子著作，公元604至470，马特教稿。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天地之始，有名万物之母啊，故常无。欲观其妙，常有；欲观其交，是两者同出而异名。同谓之玄啊，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，无极与太极之间的门，我们称之混沌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是恶已；皆知善之为善，是不善已。故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，长短相较，高下相倾，声音相和，前后相随。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万物啊，作焉而不辞，生而不由，为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。夫为弗居，是以不去。这世界已经被设定好了，不上贤，使民不争，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盗，不见可欲，使民心不乱。是以圣人之治，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，常使民无知无欲，使夫智者不敢为也。为无为，者无不治。不要被自己的欲望所驱使。道充耳，用之或不盈，焉稀？是万物之中，挫其锐，解其分，和其光，同其神，暂息，是或存。吾不知邪之子，象帝之贤。老子已经感受到宇宙的母娘了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天地之间，其有托越乎？虚而不屈，动而欲之，多言数穷，不知手中。人类应该随天地脉动而生活，故神不死，是谓玄母。玄母之门，是谓天地根。绵绵若存，用之不勤，
老子感应到灵性母娘的存在呀。天长地久，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长生。是以圣人后其身，而身先啊，外其身而生存啊，非以其无私血，故能成其私啊。人类不能自生啊，我们必须要有天地万物啊。上善若水，水善利，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，居善地，心善焉，语善人，言善信，正善治，事善能，动善时，无为不争，故无尤。做人的道理在于五行元素啊，持而盈之，不知其宜，揣而脱之，不可长保。金玉满堂，莫之能守。富贵而骄，自遗其咎，功成身退，天之道也。道就是低调，像母亲一样啊。待言播报矣，能无离乎？专其自柔，能婴儿乎？涤除贤难，能无慈乎？爱国治民，能无知乎？天门开阖，能为慈乎？明白事达，能无为乎？生之畜之，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藏而不宅，是谓玄德啊。德性源自于内心的感知啊。谢谢大家。